朋友们好，虎皮兰如何叶片扦插呢？这个呢是我一个多月前扦插的虎皮兰，已经长满根系。那么虎皮兰叶片扦插，首先咱们要选取这种健康饱满、没有病虫害的叶片，然后咱们把它剪成6到7厘米的小段。修剪完成后，咱们要把它底部的伤口给它晾干，如果不晾干就进行扦插，喷土过湿很容易黑腐，成活率就会变低。土壤咱们最好选择这种疏松透气排水性好的土壤，有利于它的生根。扦插之前咱们把喷土给它喷湿，这样在扦插之后咱们就不要去再去给它去浇透水了，然后咱们直接给它扦插上去就可以了。扦插的时候不要颠倒，